呀，你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ella， 今日会继续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等你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Hello， 袁生你好。系 ，Della 好，大家好。系啊，今日就麻烦你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儿童成长之中常遇到一啲嘅问题啦，咁点样可以用同类疗法去处理啦？咁咧好多啲妈咪啊，嗰啲凑嘅小朋友啊，初生嘅 B B 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都好担心佢哋咧就系、是、遇到一啲嘅问题，个身体出现毛病嘅时候咧，就引申到咧去到抽筋嗰、那个。情况喎，咁当时有时咧就未必话系好长时间，但系可能都抽一抽咁样样啦。咁喺临床上边，可以我哋有啲咩疗剂可以俾啲即系父母咧准备啦吓，如果遇到嘅问题嘅时候，可以即时可以用得到咧。系啦，咁三蚊只抽筋其实咧都有时都唔系咁容易揾到嗰个真正嘅背后嘅原因嘅。咁、有时可能就因为发烧啦吓，个人体质虚弱啦。咁亦都可能出牙啦，或者肚里面有生虫啊咁。咁、即係有我哋不同嘅疗剂呢，即係可能即係处理下呢种咁样嘅情况啦。咁、第一呢就嗰个发烧抽筋啊，即係成日都有人、即係细蚊仔父母好驚嘅。压烧坏脑啊呢啲咁样。其实发烧抽筋好闲嘅啫，一般嚟讲呢嗰个发烧嘅温度呢嘅同嗰个抽筋呢系冇乜直接关系嘅，唔系因为你发烧发得高啊，咁就会抽。咁通常咧就可能系因为咧你个温度升得快吓、可能轻轻嘅唔系咁高嘅，但升得快嘅速度咧，可能会导致呢个细蚊仔抽筋啦。咁好多时候个体质问题吓、即系冇乜可以解释点解有啲会有啲冇嘅。咁好啦，咁癫茄嘅抽筋咧，通常咧个面红红啦，又兴啦又热啦，摸落去咧就哇个面个手指好热好热嘅。好不安嘅睡眠啦，口干干咧，但又唔想饮水吓、记住咧，系呢、个系发烧抽筋，面红红吓，咁、摸落去个面咧，面珠灯干热，手脚可能会冻吓，呢、个就系癫茄嘅抽筋，发烧抽筋。好啊，另外一种抽筋咧，系可能咧系因为嬲怒情绪嘅关系啊，好敏感啊，咁呢个就系嗰、那个Cameron Miller 啦，系嗰个罗马金谷啦。咁呢种通常嘅情况之下咧，个细蚊仔咧可能因为好嬲。有事令到佢嬲，个情绪嘅嬲怒咧，不安咧就导致咗呢种抽筋。咁好多时你会见到个症状咧，可能见到咧面珠灯咧一边红热，另外一边咧就系冰冻，即系又苍白又冻嘅。咁要见到呢个咧，呢、个疗剂就 Cameramiller 啦。好啦，另外一只咧就系先啦 ，Maritina 个驱虫子啦。咁即系同嗰个山虫有关啦。咁如果你发现呢个抽筋咧，通常咧又肝门又痕啦，有虫啊呢啲咁情况。咁呢个疗剂咧就系、嗰个先啦 ，Maritina 驱虫子呢个疗剂啦。好啦，另外一只咧就系、嗰个女送果 Ignatia Amara。女送果通常咧都系同个情绪，可能悲哀即系有啲唔开心嘅嘢啊，激动佢咧系导致呢种咁样嘅。嘅抽筋出现嘅，咁可能会叹息啊，吸得好犀利啊，咁跟住咧就个情绪好波动之下咧，佢又抽筋起嚟，咁呢个咧就系 Ignatia Amara 啊，女送果。好啦，另外一只咧就系套筋啦 ，Epicacuana。咁呢个通常咧就系抽筋得嚟咧就伴有啲系作呕作闷啊，同埋咧就呕到咧好多啲口水走晒出嚟啊，咁一种即系作呕直情呕。抽出嚟，但好多时候咧，你睇翻佢条脷胎咧系干干净净嘅吓，呢、个就系套筋嘅主要症嚟啦。好啦，另外一个抽筋咧就是、阿片嘅抽筋咧，好多时候咧就因为恐惧即系见到啲嘢咧，可能好惊，令到只眼珠咧即系瞳孔净张大晒嘅咁呢种系一种恐惧嘅引致嘅抽筋，呢、个就系嗰、那个系嗰、那个阿片啊，好片。
好啦，另外一个咧就 tuberculinum bovinum 啊，咁呢个咧就系嗰、那个，即系我哋叫做肺痨核素嘅。咁通常咧就系、是、嗰、种抽筋嘅状态咧，就可能咧佢发梦，发到见到啲动物啊，惊到佢吓惊佢，咁跟住又抽筋呢种情况，又唔肯再瞓觉啦。咁呢种咧系一种嗰个 TB tuberculinum 嗰种症型啊，即系因为见到啲恐怕啲动物啊。惊到佢咧梦中发现咗，跟住咧就系抽筋起嚟。多谢袁医生嘅分享啊！咁咧小朋友咧，如果系因为有一啲嘅毛病而引起到咧，系嗰个抽筋咧，咁即系都可以话斋都可大可小咁样样嘅。咁所以咧，我哋听咗袁医生同我哋分析咗有几只嘅疗剂咧，如果家中常备嘅时候。无论佢发生咗一啲咩事咧，我哋都可以即时用一个疗剂咧，去即时去处理咗啲嘅问题咧，可以达到及早治疗嗰个嘅方案啦，唔使令到咧就系话错过咗一个治疗嘅黄金期，而搞到咧就要再有好多嘅后遗症咧，先至去处理嘅时候啦。咁所以希望大家收听咗呢个节目之后嘅时候咧，都一定要家中常备咗啲疗剂喺度，咁就可以咧可以达到有备无患嗰个情况啦。咁多谢袁医生嘅分享。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电话号码系25773798。想查询翻啲疗剂或者系其他健康产品，可以联络六创意健康店，电话号码系2882-4848。海外嘅听众亦可以透过 Skype 同阿袁医生做一个网上会诊，可以 email 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如果想重温翻我哋嘅节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www.soulcewadio.com， 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噶啦。唔该晒袁医生，拜拜。多谢大家收听，拜拜。